你到底是怎么插进去的？还不快速速纠正出来，真少了一根毛你们谁也别想走。这是一段女人看了会流泪，男人看了会沉默的视频。这些东西你们不要可以给我呀，这叫发泄的快感，你不懂。这样对待一个女人，应该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事吧。看完残忍的事，再来看看愉快的事吧。巧克力的制作全过程，先铺在工作台上，再切块、烘干、加酱、做造型。这完全满足了强迫症和吃货的需求啊。妈，快给我弄两块巧克力，我受不了了。